一，刺客表示不会退游。近日，阿海发朋友圈售卖一批雪山服务器的宝宝装备，被许多小伙伴误以为是刺客要卖号了。昨日，刺客也现身如风雪山粉丝群，同指挥四美一起回应了这一事件。这些都是涛哥雪山单挑号遗留下的装备宝宝。刺客表示自己不会退出雪山，至少会留下一个超高经验的空号。二，阳光城自杀式谛听。在阳光城与大观园的伏战小组赛当中，出现了非常经典的一幕。阳光城谛听输出的伤害被大观园盘丝的幻境术反弹，最终导致己方四个人物倒地。三，清除五蓝字无级别。来自一位小伙伴的投稿，逛街在摊位上竟发现一件五蓝字无级别男衣，并且还有着高达43点的丽奈双加。四，牡丹亭新出120无级别破甲鞋。牡丹亭新出一双120级无级别破甲鞋，防御也是爆到了十分极限的73点，一百上藏宝阁就直接以70万元的价格被秒杀了。五，二狗羡慕浩文铁粉多。当今武神坛的指挥当中，浩文无疑是粉丝最多的，不管他打 PK 的成绩如何，永远都有一群铁粉追随着他。二狗也给出了自己的经典评价，猴哥放心飞，猴粉永相随。